要想驾驭紫影剑，必须是真气纯净的元婴少女。可紫婴她怀有身孕，真气不稳，所以才导致紫影剑被伏魔谷的妖气所侵呢。我记得有一天晚上，你来找我，要跟我圆房，是不是想隐瞒这一切？如果不是东窗事发，你会一直这么瞒下去，骗我一辈子，是不是？就让我看看你们内心深处的那些罪恶吧，把你们也推向深渊。